Hello， 翻到嚟第二节嘅八卦呢样，好多谢咗上一节有嘅观众来电啦，咁随时亦都欢迎其他嘅观众继续打电话嚟，26209634或者 Skype 都得嘅，系啦，或者你货金都得嘅，打电话上嚟倾偈嘅，系啦，非常高兴。咁嚟緊咧就係阿 Sherry 分享佢嘅古仔啦。係啊，因為咧其實咧就係喺 Twitter 見到嘅。Twitter 係啦 ，Twitter 見到一個故事嚟。咁點解我會講咧？就因為我遲啲去呢個地方。所以你就好有好有意思咁去講一講。因為我四月去大阪，跟住無啦啦見到 Twitter 話啊，大阪嗰間酒店好猛喎，真係。係。跟住就啊，我避開呢間先。避開呢間。專登去啊嘛。黐線，黐線，無謂啊。應該去拍片。咁係邊間咧？係咪可以開名㗎？我哋可以。開名咯，反正我都唔去。係啊。唔係，因為都幾出名嘅，我發現，因為其實發生咩事就係 Twitter 有個人就發咗個 post 係話，佢住咗一間都係近車站嘅酒店啦，叫做 Hotel Kansai， 即係關西酒店咁樣啦。係。因為佢住入去就因為好平啦，三千幾 yen 就有一萬啦，三千幾即係我哋二百幾蚊。二百幾蚊喎，真係好平喎。係啊，算係平咯，日本嚟。同埋好近嗰啲地鐵站嘅，咁佢就話我而家我住咗呢間酒店，跟住發生咗好多好奇怪嘅事。好多。好多。奇怪嘅事，因为咧佢就影咗张相放上 Twitter 嘅，就系影咗佢住嗰间房嘅。哦，即系呢张呢个就系嗰、那个嗰、那个酒店嘅外面，因为其实你咁样望咧，佢好似冇乜嘢咁。Hotel Kansai 啊。睇落都幾，我都仲識發音，係啊，睇落都幾新淨啦。但係咧，原來上網好光鮮喎，係啊係啊，佢望落其實你唔會覺得佢有啲咩好奇怪，但係原來你一上網 search 呢間酒店咧，其實好多好多 report 係話，哦呢間酒店其實好古舊，都好慢嘅，即係都超過廿年，即係除咗都過，即係應該咁講，除咗而家test 嗰個人。以外都其實有好多故仔嘅，係啊，咁我哋講咗呢個人發生咩事，係咪呢張相？係啦，咁佢就影咗呢張相上去啦，就話呢間房令好唔舒服，因為佢就影咗啲相上去，跟住佢就話唔係因為呢間房好細，咁係因為佢入到呢間房之後就發生咗好多奇怪嘅事。有人話 Skype 冇人聽喎，等陣。系发生咩事咧？就先首先佢就话佢一开啦，咁你大家见到呢间房好窄啦，咁佢就话喺呢个喺间房度咧，就有好多好细嘅发丝就跌咗喺地下。系。咁冇理由啊，你应该清洁晒噶嘛。嗯。咁跟住咧，同埋佢就话佢开咗嗰个，即系大家见到相里面有个细窗嘅，咁佢就开咗个窗之后咧，跟住就有啲好污糟嘅嘢喺度。系。即係佢形容就係話佢一開咗之後咧，即係仲有個欄，即係唔俾你防止你伸個頭出去 whatever。嚇！即係嗰啲好似個隔住嘅網咁。喺邊個位？喺個頭頂度。唔係個窗度。喺個窗度，喺個窗度。個窗喺個枕頭上面。係啊，枕頭上邊個窗。打開仲有嘢隔住阻住嘅，即係意思。係啊係啊，佢形容呢個窗好似 Love Hotel 嗰啲咁。唔係，佢而家呢度都好似啲劏房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可能日本人唔惯啦。如果系香港人见到，呢啲房好普通啫嘛。哦，系咩？哦，咁对我哋嚟讲，劏房系咁嘅样噶嘛。系啊，真系好，就系咁谂屈质啦。佢就系话开咗窗之后咧，发现融咗嘅蜡烛喺度。咦？呢个就奇怪啲喎。系啦，跟住咧呢啲都唔即系你都可以用呢个污糟嚟解释啊。咁佢就话除咗唔系咁即系清洁唔好啊， okay. 即系啱啱讲嗰啲嘢有头发啊，跟住个窗有呢个蜡烛渍啊，咁有啲嘢更加解释唔到就系佢喺夜晚咁瞓觉嗰阵啦，咁你见到嗰个床系对住埲墙噶嘛，系啊，跟住佢就拧转头嗰阵咧，咁对住埲墙咧就有个和尚嘅头喺个埲墙度，埲墙系喺埲墙度。系唔系个窗啊？唔系窗，喺埲墙度，两边墙喎。唔系佢近床嗰边贴住床，即系贴住嗰个顶，系对住佢噶咯，即系。系啦系啦，跟住咧 kiss 噶咯，真系咁样都得嘅，都得嘅。除咗呢个，即系除咗一个和尚嘅头之外咧，咁佢就话佢打环，即系佢咁样望向上面咧，咁个头直上望上面咧，就有两个。好块面好黑嘅
細個嘅即小朋友。咩天花板啊？系啊，喺度 high。哇，点啊？还回立体走唔到噶喎。系啊，即系佢而家左边咧就有个和尚头。系咯。佢望上面咧就有两个块面好黑嘅僆仔 high 紧。佢右边会嗰幅墙会有咁样？右边嗰幅墙咧就暂时系未有嘢嘅。一条山路都有条咁有山路嘅，但系佢就冇，即系佢当然冇逃走到啦。咁佢就。瞓醒咗之后咧，因为佢继续瞓，唔系佢就系醒翻之后，觉得系咪发梦定系咩咁样，就记得翻呢啲嘢。跟住醒咗之后咧，就发现因为大家见到佢个床隔篱系有个台仔咁样，系咯，佢就话咧佢 check in 嗰阵咧就买咗啲糖同埋面包摆喺度，谂住听朝食嘅。点知系食咁？点知咧佢瞓醒咧，全部腐烂晒，烂晒，全部腐烂晒。跟住咧，咁佢一起身見到呢啲嘢，又諗翻起佢見到啲咩，咁梗係好驚啦。咁佢就同咗嗰啲 reception 講，咁啲 reception 一聽到呢件事咧，就話：哦，你唔使俾錢啊，今晚。哇！哇！真係知咩事噶咯？咁樣樣，直頭好撚古怪啦，真係。係咯。即係證明佢好最重要佢講完之後。他是没有跟他们讲发生什么事的嘛，没解释的。而那个人就自自然然就说不用免他钱嘛。是啊是啊。哇，即是他们知道的啦。他们知道的是。因为呢其实除了这间屋子他就他还说在那个冲凉房呢那个墙呢有一个很奇怪很大大的黑色东西的。是。但是就不是发毛的。吓，会系嗰啲人污渍咋？佢就话唔知咩嚟，总之就唔系发毛。吓，即系总言之有笪黑色嘢。系啊。系黑色嘅定系咩啊？有黑色嘅嘢，黑色染黑咗一埲墙，有笪嘢黑色嘅。吓，因为佢就觉得哦好，即系佢经历咗呢啲嘢之后就写晒上去 Twitter 啦。因为佢都唔相信话我竟然遇到啲咁样嘅嘢，佢就讲到其实都好白噶啦，佢就去咗两次去嗰个 counter 度抗议嘅，但系因为咧抗议系啊，即系因为啱啱发生咗啲事噶嘛，唔系啊，因为抗议系之前即系发现咗我嗰间房污糟啊，即系走落去投诉，已经有投诉过噶，投诉过噶，因为 counter 污糟啦，跟住个白窗又污糟，系啊又污糟啦，跟住其实抗议两次啊，但系就因为其他嗰啲屋其他啲房都冇污咗啦，咁就一定要瞓翻嗰间，咁一起身咧就。見到呢啲咁恐怖嘅嘢，跟住落到去就話唔使佢錢啦。係啦，跟住落到去就話唔使佢錢。跟住因為其實上咗 Twitter 之後咧，啲人都好多 report 翻，就係話哦，其實呢間都好出名嘅，但係呢間好出名慢㗎啦。咁，但係佢有冇交代佢係邊間房？有，唔係佢冇講係邊間房嘅。但係我上網 check 翻咧，就可能知係邊間房。我哋翻嚟先，唔好再望住一個咁望到个劏房，因为咧我上网 check 翻，同埋其实 Twitter 啲人都写翻，即系同佢讲翻话，其实 hotel 关西已经系好多年好多呢啲故事。我上网呢啲嘅好多年前已经有呢种嘅故事。唔系，我而家系谂紧咧个 reset 咧，其实应该系知嗰间房有事，系啊，但系我冇房门俾你，冇房佢都系搏一搏，睇你听日有冇事落翻嚟，可能系喎。点知博唔到你都系中招？系咯，你都系可能有个过往都有好多要得过且过到咧冇事，碌过咪冇嘢咯，系咯，碌唔过啊嗰啲，咁就出咗事。因为我上网 check 翻咧，其实啲人就话咧，其实喺呢间 hotel 关西里面咧，有一间房咧就系特别出名、特别慢嘅，就系308号房。308号房。咁我唔知推呢位呢位。推主系咪呢位推主？我唔知佢系咪呢间啦，但系佢哋上网传嗰啲就系传得多，就系308号房系一间被诅咒嘅房间。吓、啊，咁有冇相关嘅少少嘅传闻啲咧？有啊有啊，嗰阵嘅传闻其实如果大家想翻去 check 嘅话，其实都好多，即系好多关于呢间酒店嘅。咁其实咧就系、是、关于佢话可能呢间酒店，因为佢历史悠久，其实可能就话里面有人自杀过。
哦、但是呢酒店有這些自殺就應該都不少的，其實不是說 很罕見的東西，對，香港都不少，很多這些傳聞，但是呢就有人說其實是查不到最真確的新聞，即是沒有一個確實的 source 難的，其實過往都有講過酒店有很多辦法將件事淡化啦，或者這樣說，因為有些什麼傳聞呢，就是有人說是有人在裡面自殺過啦、嗯、有人就說在裡面呢夜晚的時候呢那個有因為有個電視的，就話喺嗰個電視，就算佢刪咗都好咧，就會有音樂聲嘅夜晚嗰陣，即使佢冇開都好。個人啦、啊，係啦，跟住仲有另一個傳聞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咧，咁佢個因為嗰張牀係一張咁樣噶嘛，就話佢夜晚瞓瞓下咧，會聽到牀下面有啲壓爛個水樽嘅聲。哦。是啊那些這樣，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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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大多數都係 origin 嚟翻呢個308號室嘅，咁我佢 Twitter 嗰個人就冇講話佢呢間係咪，但我都、我都相信，無論係咪308號都係有啲嘢噶啦。係咯，即係呢會唔會佢就係插手機 cam 嗰啲咧？人哋聽聲即係 S， 佢哦佢 SSR 就有個和尚喺隔離上面，有人揮曬啦。好啦，大鑊。但係因為其實因為我揾到嘅傳聞都係好似啱啱講係 mile 好多嘅，即係電視聲啊，係咯，呢啲咪 S 咯，係 SR 咁樣型啊，好慘，佢 SSR 甚至 UR。因為啱啱講嗰啲傳聞全部都解釋到，即係電視壞咗啊，隔離啲人播嘢又好啊，個床板壞咗，但係佢見到樣，但係佢見到樣喎，係咯，成個瞓咗喺隔離喎，係啊，張望上天花板有人同你 say hi 喎，點？佢可能就係見到個樣嘅咋，冇身噶，樣咋樣咋，仲大鑊。佢 specify 係和尚嘅頭，頭嘅淨係頭啫，冇講佢有身嘅。係啊，即係佢話和尚嗰個頭個樣就喺個牆度，即係喺個牆度見到浮咗出嚟。佢時運，佢要去拜拜啦，佢要去拜拜。但我覺得最誇張係佢擺喺床邊嗰啲嘢食，即刻腐爛曬，係咯，咁真係好猛下咁啊！係咯。因为呢间酒店都出名噶啦，大阪有咩寺庙啊？寺庙唔系周围都寺庙嘅，一般唔系出名嗰啲咧。大阪出名啊，我唔知道、啊。你要去拜下啦，你反唔系咁，我又唔会住入呢间嘅。咁你都拜咗先啦，我拜了去睇下嘛。冇，因为我见到其实好出名嘅呢间好睇关西啫。真有人话咧，你可以如果你想体验嘅话，你可以 specify 要求系住308号房。系，咁、我就唔会咁做嘅。但我记得我有介绍过咧，大阪有另一间酒店系就系嗰个恐怖嗰间，好多噶，好多，唔系特登整嘅嗰间就。哦，有。我嗰次介绍过，你嗰日好似飞咗东京，飞咗啊。系啊，系啊。我下次去大阪，我而家见到真系及时雨，因为我 book 紧酒店而家。不过避开佢啦。不了不了，又唔想见到细路小朋友同我 say hi。吓，系咪有 Skype 同我哋？有啊，系咪啊？打俾佢先，系啦，打翻俾佢。系啦，因为啱啱见到嘅。系啊系啊 ，Skype 冇人听，因为即刻啊地啦。哎呀 ，Hello， 你好啊。Hello， 喂，鬼嘢人。系八鬼嘢人，哇，好耐冇人嗌呢个名。系咯，啱啱新听众，我哋都唔知记得叫佢讲。系咯。我呢啲年纪大啊，我知道呀，知道称呼啊，知道啲规矩喎。卢苏王啊，系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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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有咩故事想分享呢？我有啲算系意外嘅故事啦，意外就啱啱头先听完嗰个阿音讲话喺台湾揸电单车嗰啲嘢咧，你又有啊？你又我自己试过一次系，我大学嗰阵时就系喺嗰啲夜店个做 part time 嘅，嗯系，咁收工都凌晨三四点噶啦，咁咧有一次咧就系收工咧喺。揸電單車過個 S 彎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解地下有攤油喎，個線太咁就線到撲街啦。跟住我抽翻起架車，即係架車，真係炒咗㗎，未炒冇炒落去。但係我即係一下咁夾硬抽翻起架車，即係盡量避免個人落地。嗯，但係咧
即係嗰個係雙向道嚟噶嘛。咁一架車已經跣到去過去隔離啦，迎面咧有架的士嚟緊噶啦。哇！咁樣好電影喎、啊，係咯。咁我即係就隔硬係即係急停架車，即係剎車啦。咁樣剎車咁樣，架車就跌落地。咁個人又好彩冇乜事，咁咪起翻身。真係好彩，係咯，真係好彩。跟住起翻身之後咧，先至恐怖。架車個位咧，地下有個粉筆圈咧，係一個電單車形狀。Fuck！ 哇！啊 ！Fuck！ 即係事故之後跨住個屍體或者有關物件嗰啲粉筆。係係啦，係啦，係。fuck 咯，咪話黐線。哇！嚇諗到撲街喎。咁你有冇查翻？你有冇查翻嗰日系咪有冇发生啲咩事？冇，嗰阵时冇咁发达，嗰阵时都未，我未有网络，未有手机，仲系嗰啲五十六 K 时代。吓，但系肯定发生咗事啦。你有粉笔画嗰个形喺度。吓，哇，嗰度直头系揾替身喎，传言中。系咯。咁我唔知啊，咁样应该嗰镬佢又揾唔到嘅。系你好彩啊！你好彩，大人哇，真系皇天保佑啊！咪咯，系咯。哇，嗰次真系吓到屎，跟住仲要距离翻到屋企，仲要有一半嘅路程。哇！咁你之后你仲咁样揸？你系咯，惊魂未定喎，应该。咁我而家都仲揸紧。哦，咁样样，你仲揸？但系都好惊喎，如果个粉笔字仲喺度，真系其实系好 reason 噶，好好新咯。嗰陣時其實冇想象中咁驚嘅，嚇！嗰下個人又攰咧，嚇！嗰下驚魂未定咧，亦都咁講。到你翻到屋企坐定就真係驚啦。後屘越諗翻起就越覺得呢單嘢好似有啲古怪咁樣。唔係，唔係有啲喎，好大嘅啟示。咪咯，唔係有啲喎。好彩捉唔到嘅，所以後屘都揸得好小心嘅。嚇，係啊，咪尤其是電單車，多啲上香，多啲上香。同埋嗰陣時讀緊書嗰陣時咧，即係係狼啲啊嘛，即係嗰啲大學生嗰啲又好反對迷信嘢噶嘛。哦，又唔會信呢啲咁樣。即係點都唔係好理嘅。係喎，觀眾有一個問題幾好喎。你有冇諗過係自己死咗咁樣嗰下？即係嗰個。你的靈魂就是望住嗰個事故的發生，應該差佬冇咁快嚟到係嘛？唔係㗎，你可能如果香蕉咗嘅話，可能嗰個時空差有啲嘢唔同咗㗎啦嘛。唔緊要，咁佢冇事啊嘛。係咪即係意思有冇諗過啫？好彩嗰陣話佢翻去先識驚。如果係咁樣，即係我已經走咗成廿年嘅咯。係啊，鬼內癲啊！定係鬼內癲？係咯。咁呢日你生活喺邊度咧？哇，好哲學喎呢個問題。好哲學喎，突然間好哲學，你答唔到你。咁咪揾雞毛咯。係啊。雞毛解唔解決到陰間嘅哲學？解決唔到，真係唔知喎。究竟一個陰間打到 Skype 都幾勁啊？唔係一個人死咗之後，去咗邊咧？唔係嗰啲神學嚟嘅，嗰啲要揾嘢。然之後呢廿年究竟發生咩事咧？點解可以打上嚟百鬼人？同我跟住呢個時代發展嘅喎。係咯，仲用到 Skype。係，跟住選總統又去投票喎。系咯，要繼續有票啦！哇，咁佢咪可以仲好撚多票咧？頂你個肺！即係仲犀利過直接你係咪介紹緊啊 Skywalker？ 你係咪介紹緊韓國瑜？其實應該中多啲票。係咯，中多啲票，揾多啲替身。錯。講到韓國瑜嗰單嘢仲好笑啊！咁我老細係韓粉嚟噶嘛？嚇係啊！嚇係啊！哦，即係你而家都仲喺台灣㗎？系啊，台灣聽眾嚟噶嘛？系咯，佢一路都喺台灣嘅。系啊，系啊，咁我老細係韓粉嚟嘅，咁樣投票之前兩日咧，咁啊夜晚同佢開會，佢突然間問我話：你投票會投邊個啊？你聽我建議，聽你意見，唔係即係佢叫我聽佢嘅建議啊。係哦，咁啊即係叫我投韓國瑜啦。跟住我同佢講話：我户籍好遠喎，我要橫跨成個台北市先去到投票。系，跟住我同佢讲话，因为我户籍喺区公所啊嘛，我一路冇钱翻出嚟啊嘛，咁我话我冇收到投票通知单嗰啲嘢啦，跟住话唔紧要，礼拜五下昼咧，你去完个客嗰度咧，你就唔使翻公司啦，你直情去区公所啊攞投票通知单，一礼拜六去投票。哇，佢好想你投韩国瑜。系咯，
系啊，咁我礼拜五连个客嗰个都冇去，跟住我拍拍个胸，就翻屋企带猫去复诊啦。你老细有冇听呢个节目？冇咧，应该唔系，应该听唔明嘅。同埋唔识听咯。系咯，耶！当佢臭死咁。咁大人有大命。礼拜一仲要翻去扮受人惨雾啊！我输咗，因为哎呀，好惨。但系开票嗰晚咧，我同佢朋友咧喺嗰个 W Hotel 嗰度食紧自助餐，庆祝庆祝啊！唔系啊，咁啊佢哋咩啊嘛团年啊嘛，搵埋我去啊嘛，咁样一路食一路睇开票，跟住仲喺度笑鸠韩国语，即系我突然间觉得自己人好扑街咯。唔系啊，唔系啊，好香港人啦，好香港人啊！你当年善亲冇事就要。系咯，做呢啲嘢噶嘛，系咯，系啊，同埋仲有另一单咧，就唔系我自己炒嘅，系吓，仲有，唔系其实都好多事故嘅，咁讲，系啊，有一次咧就系我同我同事咧就坐人哋车咁样啊，即系台北好多嗰啲桥噶嘛，系，即系跨过河嗰啲桥，系，同埋啲桥上面咧会分开咗电单车道同埋汽车道噶嘛，系，跟住中间会有个细个分隔道咁样嘅，系。咁样我哋咧就系，咁我哋就坐人哋车出去，咁啊过桥嗰阵时咧，就见到对向车道啦，有架嗰啲RV 嗰啲吉普，即系类似吉普车嗰啲，有啲休旅车啊。系，即系点佢就吓，咁佢就喺个汽车道啊行紧咧，跟住越行咧就越偏埋去个机车道嗰个分隔道嗰度。跟住隔篱有个电单车喺度行紧，即系压咗去第二条线度。佢唔系撞落去啊，佢仲咁夸张啊！佢系炒过个分隔道咧，成架车反转压落隔篱嘅电单车嗰度。哇！即系咁，即系车祸噶咯。系啊，我同我同事睇捻住啊。咁跟住咧，吓捻到电话都唔肯识打。吓！跟住后屘翻到公司咧，跟住收工嗰时，我同事话去咗去行天宫嗰度压惊。问我去唔去？咁我嗰阵时又唔系咁迷信噶嘛，又唔系咁信呢啲嘢噶嘛。而家听得多《夜市报》之后咧，就成日去拜神嘅。多啲拜神好嘅。多啲拜神。佢去完收惊之后咧，佢去压惊之后咧，咁佢冇事啦。跟住我过捻咗个礼拜，我入厂。点解啊你？点解啊？我突然间唔知点解肚痛，痛咗几日，跟住后屘顶唔顺，走去医院睇腹膜炎。哇！跟住医生同我讲话，你再过多两日嚟咧，你就走啦。点解咁严重啊？真系天有异闻喎，咁系咯。嗰阵时就唔知，跟住我一路去睇嗰啲诊所啊嘛，佢一路话我系咩肠胃炎嗰啲，系跟住越嚟越痛。我要去到医院先 check 到。系，跟住应该系盲肠炎，个医生睇唔出。系哦，跟住盲肠烂咗，变咗腹膜炎。哇！搞成哇！咁即系你逃过咗两次嘅劫难噶咯，已经。其实应该唔止嘅。哇！咁多啲拜神啊！系有一次好细单嘅。系。就啱换咗新车，跟住咧就又系晏昼去个客嗰度。嗯。跟住又喺大直嗰头咧落咗桥之后咧，佢有分转弯灯噶嘛。系。系啊。跟住咁我好守规矩噶嘛，一落咗去见到转弯灯冇。是红灯我冇停啦，跟住停咗冇耐，差唔多两三秒到，就感觉有人撞一撞下车，后面撞你，跟住我再望隔篱咧，嗰条友咧已经抄低咗啦，即系嗨一嗨我啫，我完全架车同个人都冇事嘅，哇咁真系，跟住嗰条友大镬嘅，因为嘅电单车咪有个钟，即系成架车升起个脚架嘅，佢隔篱有支嘢突出嚟系。俾你踩住升起架车噶嘛？系啊，佢只脚嗨咗落去嗰度咧，插咗落去啊！即系成块即系几乎系成块肉刮咗出嚟啊！哇，咁恐怖嘅，见骨啦！哇哇，咁真系好大啦！仲有两块肉黐喺我个引擎嗰度。哎呀，哇！但系你就净系俾佢撞咗一下啫。得系啊，佢一嗨一嗨我咁样咯。哇，好彩，人中车都冇事咯。你真系拜多啲神啊！系啊，真系拜多啲神啊！唔系嘅，过往你打上嚟讲过啲嘢都系类似，你都几执翻身彩嗰啲嚟。系咯，我印象中多啲拜神，我真系系咯，系啊，系啊。
系咯，喂，多谢你啊，喂，新年拜下拜神，拜神新年拜多啲神啊，拜多啲神，拜多啲神。今年新年仲未出去拜咧，又冻又落雨。哦，你喺台中啊，定系台北？我喺台北啊，而家好似得8度吓，哇，好冻啊！哇，仲冻过呢边，呢边12度呢边喎，小心身体啊！咁试下立春嗰时候去拜下神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去行天宫拜关帝。拜下紧要紧要，大家唔系同埋夏之夫而家系咪月底啊？咩？未啊，系喎，咩啊咩啊？今日系月底喎，好似。系啊，咪但系我上两个礼拜预早讲咗先噶。但系你预早讲嗰个唔系走之前嘅。唔系。唔系，你而家追数啊？夏师傅，我今年唔记得啊嘛，系咯，提你啊，我记得，因为上次就系知走数，预计呢两个礼拜嗰个唔知道新年个安排点，所以再褪早咗就讲嘅，系啊，讲咗噶啦，讲咗噶啦。不过我预告俾大家听，嚟紧二月我哋有嘉宾嘅，系啦，咁样，系啊，咁啊，我再留意啦。多謝你啊！係啊，記得我會再記得噶啦。嗰個傳説同月底我會記得。係啊，係啊，多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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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平安，平安安啊！拜拜，平安順順利利，係啦，好，拜拜，好，拜拜。你俾人追數啊，先係啊，唔係不過都真係嘅，除咗聽即係。八鬼夜吟啦，新年好驚唔老禮啦，係啊，喺呢度都咁講啦，祝各位觀眾啦，聽我哋節目嘅觀眾啦，新嘅一年啊，平平安安，順順利利，身體健康，係啊，其實身體健康最緊要，話俾你聽，係啊，係咯，咁節目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試下拉出嚟啊，我哋拉唔到啊，今日，哎呀，等陣，哎呀，等陣，等陣。同埋記得續翻啲月供啊！係啦，續翻月供啦！我哋條嘢越嚟越短啦。咁亦都即係好開心啦！今日新一年就有兩個啦，有兩個封煙啊！大家可以積極啲打嚟。多謝上個禮拜啲貨金啦！係啊，係啦，係啦，係啦！我哋一年一次，一年一次嘅嘢係咪？係啦，係啦。好，出波啦！好，出波啦！我哋大家可以期待下年，我哋會講啲咩？期待下年啊！期待下年，我哋究竟下年会讲啲咩？开啲咩题咧？系咯，第四集，系咯，第四集啦，第四集。哇！呢个礼拜真系啊，出到，我完全冇出过街。哎呀，我系瞓到夜晚，好夜。你都入翻 studio 啊？我初一至到每日一条啫，我哋系咯，我初一至初七都喺屋企。系啊。超勁，開心，大家平平安安啊！下個禮拜見，身體健康，拜拜。